And your wife? Hebe今日去这个银行是要创啥？解密金钥USB 就是会议舱的家，机会只有一杯，请吧。解密金钥，那不就是五年前何永新发生危机的原因？所以这个卫兵就是要甲咱讲，万条安要去你去银行提 USB。 啊！不过到底是啥？传这讯息给咱，敢会是对手故布疑阵，想要给咱中计？我真正是给我认为，咱爸这边机会。时间还够长啊，别赶紧出啊！哎，你哦，真有会场啊，绝对袂当有电脑线去怀疑。这件代志哦，我处理就好，我咪同你再来斗三工。 好啦，紧去啊！有啥物状况，随时报一下咯。哥，我差不多要出门啊，是毋是有代志要交代我？你讲啥？真个假？啊，心情好，安尼就当安慰，安就在天之灵啊。好，好，见面再讲。 姐姐，啊，看你欢喜个安尼，喙笑目笑，林哥是敲电话来甲你讲什么好消息啊？总算找到机会，会当向永兴姐请白啦。什么意思？虽然杜光亮失踪，啊，不过阮哥其实早都甲杜光亮资本影片录起来啊。今麦因拍算要甲万朝远用这来交换解密金钥 USB， 这会当摕到USB，内底证据就当证明。 当年陷害永兴集团的是甚物人？啊，无你一个看安怎？我听讲，迄金钥内面有当年你甲永兴集团创刊的荐股，所以你才会叫东俊甲雅杰。 被因去摕去抢倒来，才害人阿某去落街，人怨叹几啊年。哎，陈忠贤，你安尼伤天害理的代志做啥子？会晓想呢？你是咧讲啥？莫都咧家己心肝伫丢啦，你真无聊，迄五年前的代志啊，即马大家拢有新的人生的路咧行，就讲罗家峰因迄阵人啊，原地踏步了。 五年前的代志，还都要口口说口口讲，会袂感觉足无聊，有啥物意义啊？其实阮更加重要，只是希望找出真相，会当互安杰安心。迄是应该伫咧想的尔啦，我都毋相信啊！就算因找到迄个 USB 写当改变啥物物件，陈忠贤安怎讲？哎，是听着，要摕 USB 互伊哦，旧的态度拢改变了呢。 搞出来！李局长，你是我手下。我万条唔惊甲抢，你是我的神人，卖啰嗦，大枪！ 这！
慢走。慢走。Boss， 你为什么要抢球走？给你。慢走。跟倒来。倒来。我有航照啊，你给搞出来！我要，又果是你，这届换你踢着铁棒啊吼！啊，即卖 USB 敢咪摕你手？那是无伫我遮，我会来遮下个月面试啊。即卖安尼，我规个。拢想会通啊啦，也是是安怎来讲啊？你要摕这个 USB 啊，你做条件够嘛？吴贵波拢是这罗家峰啊，伫这发布会进前条过咧乱的。我摕这去甲罗家峰交换，我无头壳破去讲，你着去相信吧。我哪知你头壳是毋是破去？好啦，无早啦，总共一句，即卖 USB 我摕到手啊。嘿嘿，我用感觉啊，我加活了二十年。小弟，交给伊进行。子涵，把伊今日落来。伊讲，我唱一声，真危险啊！伊就讲讲唱假，当真假路唱无。啊，不过唱无，毋是无做呢，无可能因为安尼就无代志啦。是啦，伊能去唱啊，啊，不过是毋是有提到手就真歹讲啊哦。好笑，既然有人把自己的犯罪证据都拿出来，这不才是犯罪，是不是？爱让人抓去关的是王一林不才对。嘘，电影还没播完，别说话，要不然演到最后，谁都不知道要怎么演啊。这个 Ryan 真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我把 USB 换掉，伊拢唔知影。有这个证据，今仔日咱就会当甲办掉我阿哥陈忠信一平五度。抢走的同时间，阮都已经调包啊。Ryan 摕转去迄个随身碟是假的。看起来对我讲话真亲，我跟恁爸爸无同款。我无可能遐尔自私，遐尔无情对待你。感谢你，卖阿个计想阿想完美。对我来讲，你甲单独性同款，拢是自私自利的人。
陈文瑶不是陈长生的客家人，那是安怎这么看重伊的？甚至是为何伊的？我跟伊无同款，因为你是我怀胎十个月生下来宝贝小雨。妈只想要把所有上好的东西都给你，妈妈不害你，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相信我，不过你不用的，因为你是妈妈唯一的愿望。小雨，不要小雨啊，莫林奇，我好意做陈明宇啊。你也别再来找我，我你这么多年来你也从来没来看我关心我，你有动作我们母子情分早已经结束了。陈文瑶竟然才是真正的陈明宇，那呢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小雨，你别那么对待妈妈，你是我的后生，这是这世人完全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吴兴贤，这是你唯一看到的后生，你应该把所有心思放在身上。我根本无需要。小雨，你误会了啦，兴贤不是。妈，你其实是想要跟你的小雨讲，我只不过是吴信贤的替身而已，是你用来骗吴辉煌的假好心对吧？啊，不过你哪会当讲会出嘴？你这款未见跟变态的做法，有你，我的话讲到这，以后。那不算机密啦，我先来走啊。今日是安吉出嫁日子，我袂看伊啊。小雨，小雨，你敢真正无愿意原谅我？你真正袂伫妈妈的心？妈妈的小雨，我的宝贝小雨，那不然你去找伊啊，莫提这废话啊，你去啊！哎，好啊，哎呀，你上班了。信贤虽然冇责任，啊，不过拍人袂用解决代志啊，你较认真好无？你是好坏啊！你，信贤，信贤啊，不管怎讲，老太太拢是师大，你不应该对伊动手啦。原来这就是妈这几天对我这么欢熊的原因，因为伊发现伊认不着伊的后生，伊用真心所求的话。其实一个 nobody， 我真正是全世界上好笑的人啊！我唔但唔是真正的吴兴贤，即马连陈明宇嘛唔是，我到底是啥？佮有甚物人要紧我的存在？